兽族败北，蚩尤率残部开辟九幽通道，蜕变为魔，休养生息，以待向神族复仇。后为苍生安宁，三皇立誓，三族中先兵者，共击之。临行前，敖虚神尊曾言，此番行动乃是铲除神界叛逆，并非违背三皇之事。天魔女魁羽，不愧是叛神之首。我此次失手，只怕短期之内已无良机。先回神界向敖虚神尊复命，再做定夺。炎伯不愧是地脉之火源头，果然酷若木鬼。一路走来并未遇到阻拦，魔族居然在此毫无设防。前方就是泉眼所在了。